为了庆祝50周年校庆，我们特别准备了一出音乐剧《我要高飞》。究竟《我要高飞》是讲什么的呢？《我要高飞》的故事呢，就是围绕纽约市演艺学院一班很优秀的舞蹈员、演员和歌手在校内4年的生涯的。我知道他们这一班明日之星自小就开始受训了。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出色的表演者。冇错啊！入到呢间竞争咁激烈嘅精英学院之后咧，佢哋对表演嘅热诚受到好严峻嘅考验噶。佢哋除咗要应付紧密嘅表演排练之外咧，仲要应付种种嘅挑战、哦，既要争取同辈嘅认同，但又渴望一举成名、哦。我知啊，佢哋努力咗好耐，喺佢哋就嚟要发热发亮之际咧，佢哋将会发现只有具备天赋嘅才能同埋后天嘅纪律，先至可以得到真正嘅成功。我要高飞是一个关于追求理想的故事，并且了解到真正的成功绝非一刹那光辉咁简单噶。冇错，连场的劲歌热舞展现了呢一班年轻演员的实力，同埋佢哋戏里戏外对表演的100%投入同埋专注。